视频开始之前，麻烦大家把视频画质调整为 1080p， 观看效果会更好。 G3142 次是由深圳开往合肥的高铁列车，历时9小时41分，发车时间是12点49分，到站时间是22点30分，全长1513公里。 G3142 次列车停靠车站有深圳北站、深圳坪山站、惠州南站、汕尾站、陆丰站、潮汕站、漳浦站、漳州站、南靖站、龙岩站、漳平西站、双阳站、永安南站、三明站、三明北站、延平西站、建瓯西站、南平市站、上饶站、婺源站、黄山北站、绩溪北站、泾县站、合肥南站，共24座车站。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铁路沿线的风景和地形地貌。深圳北站，深圳坪山站，惠州南站，汕尾站，陆丰站，潮汕站，漳浦站，漳州站，南靖站，龙岩站，双阳站，永安南站，三明站，三明北站，延平西站，
建瓯西站。南平市站。上饶站。婺源站。黄山北站。绩溪北站。金线站。终点站，合肥南站。谢谢观赏，麻烦您关注、订阅和点赞，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交流。